员警获报立即前往，发现有名女子神色紧张，不发一语，站立路旁。经询问无法道出身份及联络方式，员警除安抚情绪外，带着该女子到附近访查，无人知道该女子住处，遂先将女子再返分处所休息。经了解，79岁苏南一家三人远从台南市要前往恒春旅游，途经加油站休息，车子行经枋山乡才发觉。期间员警查无失踪人口记录，经再次查访找寻，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经拨打电话，终于联络到家属，父亲苏南到所确认后带回团聚。家属也特别感谢员警辛劳，能主动积极协助，值得作为人民保姆的优良典范。那这边一定要放松心情，好不好？工作上吗？我先把你带回去，安抚你的心情。啊，你叫你朋友来带你，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啊。你还好吗？心情不好吗？没跟我们一起讲，不要难过。那这边，一定要放松心情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妈妈不希望你这样子，妈妈希望你快乐啊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工作上吗？这样子我们不放心你离开啊，说出来心情会好一些。他跟你年纪差不多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分享，跟你的最好的朋友联系。我两天找他，我在班上受不了。对，我想说，因为我想说先停课一下，所以没有。我先把你带回去，安抚你的心情。啊，你叫你朋友来带你。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啊。初恋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初恋也哭得稀里哗啦，所以那个都是一个人生回忆啦。来，很高兴哦。看到你这样子，我们就放心了。